Recently, at the Berlin Film Festival, I saw a film called Echoes of the Rainbow. Echoes of the Rainbow. It won an award at the Berlin Film Festival, yes. And then you went on to be nominated for Best Actress at the Hollywood. She said, but she lost. But you're the best. She's it. Thank you. Thank you. 你们饿了吧？你是不是可看我看到你就不饿了 ？OK， can you take my order？ 他像不像那个一直在写我要龙虾汤？<笑>我很想吃美国牛排，<笑>我要快一点讲，<笑>你们就很快可以吃了。<笑> 好，谢谢。首先我要，怎么说呢？我的名字的 last name is not NG. NG is no good. 就是我们拍戏的时候很不希望听到导演说 no good cut. 所以我的名字的 last name 就应该是怎么去 pronounce 呢？就是那个。 不是雾，是广东话叫，就是对你的肯定，很棒，就是你们一般去，对啊，每天晚上。In Mandarin would be W， 对，所以我的发音就是。 宽裕，对，好，谢谢，首先要谢谢美华艺术协会，因为今天这么成功也是就是靠他了，就是美华艺术协会，还有谢谢叶景刀，也谢谢纽约文化。 搞了吧，回吃饭。<笑>还需要问什么？最近在忙些什么？最近很忙，坐飞机。坐飞机就到处跑了，大家因为昨天才来，等一下一点钟要飞去会回香港拍戏了。哇，一点钟就要回去拍戏了。对啊，真的非常辛苦啊。也不辛苦，拍戏是我们的，对我们来说拍戏是我们的一个推动力。就是我已经拍了一辈子电影了，从16岁拍，今年对我来说特别重要。今年是我入行30年了。哎呀，那我不小心透露。 Making movies gives her the momentum, and actually for the past 30 years, she has been doing so, but somehow she said accidentally she revealed her age. Wait, don't you start your career since you're 1 year old? Okay, 同时开始，对啊，所以拿到这个奖也是今年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感动。 也很谢谢今天我来到这里，看到非常多名人啊，很重要的人物，然后令到我自己认识好多，知道我自己未来要更虚心的学习，因为演戏没有最好的，只有会更好的。希望要谢谢要感谢一直以来。 喜欢我的观众，谢谢你们，只有他们支持我，才可以，才有今天有一点点的成就。谢谢。